咁今次就介紹天水圍站嘅車站指南。咁就呢個系列都拖咗好耐啦，車站指南系列。咁就由於要忙於去快啲盡快完成嗰、那個一百米自行車系列啦，因為我嗰陣時好想上好快150啦，結果拖到149先至介紹完嗰啲舊款。咁就要忙於就要暫時暫停咗呢啲車站指南系列啦。咁我今日就會介紹天水圍、朗屏、元朗，咁上到 up 都就唔知點算好。咁聽日就應該會介紹荃灣西美孚都 skip 咗啦，我柯士甸同埋尖東。咁最快星期六就有何文田站車站指南介紹，咁由於我去開放日啦嚇。係啦，咁就最快星期六有何文田站車站指南介紹，咁我都想快啲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我都想快啲攞下，咁我哋開放日就實攞到啦，跟住路邊個人就唔知攞唔攞到啦，可能都會俾佢嘅港鐵咁好人，好似 ST 特登嚟到，係啦，咁就拎開其他嗰啲先。咁就2015年3月版本啦，咁啊幾乎全部都係紅色框框嘅。咁2015年5月版本，三月同埋三月嘅，得嗰一份5月。咁就呢只黃色溝咖啡色溝啡色，咁就成個濕地公園都俾佢搞彎曬嘅。咁就紅色框框，咁呢度唔知發生咩事啦，滴個水唔理啦。跟住有輕鐵站嘅。咁輕鐵站咧就見到天水圍天池天雲座，下一站是銀座 ，next stop is 延津，下一站係樂湖 ，next stop is 樂湖，下一站係天瑤 ，next stop is 天瑤，最後坑尾村，下一站坑尾村，下一站坑尾村 ，next stop 坑尾村，下一站坑尾村輕鐵站。港鐵巴士廣播，下一站坑尾村輕鐵站 ，next stop 坑尾村 light rail stop。轉車時請勿奔跑，多謝合作。轉車時請勿奔跑，謝謝合作。Please do not rush when you're changing the trains. Thank you. 跟住街道圖地標，咁就29個比較少，但唔知點解佢唔用兩頁一色啦，就可能有交通工具比較麻煩啲啦。咁就俾大家睇下先。跟住交通工具同埋呢個圖例。係啦，嗰啲巴士站嚇，停寫奄尖，以為自己港鐵就可以違反，咁就跟住揾翻地標位置。揾清楚啊！我已經慢咗啲啦，比以前嗰啲乜鬼沙田站係咁樣，對啲居民係唔方便，已經有一個居民投訴啊。跟住唔知點解嗰個人咧就話太快啦，睇唔到啊啲。跟住咧，佢可能就唔想俾人見到佢啲醜聞，跟住就立刻 delete 咗佢自己嗰、那個，立刻 delete 咗佢嗰個 comment。即係留言，就列車逢時間啦。咁我都比以前慢咗啦。呢度又係啊，慢咗啦。ST 咁樣騷完啦，查身咪咁樣，慢慢，唔使咁急。雖然我一個性急嘅人，喺班車開始前唔好入。查身電話號碼，講條熱線天水圍站車站查詢電話號碼2269，喂，唔記得讀背咗添，讀熟佢先 ，OK， 2296201。
2296-2801。OK， 喺到佢哋公司，其他自己睇。有尖東站，我就會讀曬之外，咁就天水圍站先係個結構啊，得個幾條電梯可以通往嘅。咁就係啦，我唔等唔整唔要啊，冇啦。行到嗰陣時，最先等安排爬山西灣、後筲箕灣同埋尖沙咀嗰條數，有嗰四個站啦。跟住跳1.2嘅港鐵路線圖，跟住。就咁，今次介紹嚟到呢度先，我哋下次再見。